郑文撼动亚洲嘅漫画鬼才，一生嘅创作备受同行大师肯定。色のセンス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はね、魔術師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よ。更系首位登上故宫殿堂级嘅漫画家。创作嘅漫漫路上，郑文踏遍台湾、日本、香港以及中国，追寻舞台。有时候发烧到40度了，我一样躺在地上的瓷砖，然后爬起来绘画。一个人很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英雄。他说画到死要把图交出去。郑文老师是一个给漫画家看的漫画家，像怪物的人吗？拍摄飞越15000公里，访问超过50位同行前辈，斥资千万打造 2D 同 3D 动画，只为致敬大师笔下嘅江湖壮阔。千年一吻，传奇再现。